昨天老同学说他十一结婚，我笑着说一定去随礼，算了算要从现在开始加班才能凑齐份子钱。看着视频寥寥无几的点赞，买包的基本都是老顾客，我真的想放弃了。真的是我做的包再好也不如 LV 的一个标吗？啥也不说了，累了一天了，才发一个试试吧。